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陈通讯。2月7日晚上，我通过真太空的记录仪确认他杀害了大佑。我发誓要为大佑报仇。我想起之前在星辰号控制室看到天高星每月9日会有双星叠加现象，届时潮汐力变大，引发海水剧烈上涨，海浪高达1米。储电室外就是基地的潮汐发电站，储电室的气压平衡窗高度仅为0.8米。我通过储电室的面积、平衡窗的直径、海浪的流速估算出，若在涨潮时打开窗，只需1.27分钟，储电室内的水深就能达到0.8米。而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水会由于表面张力形成一个球体，若人被包裹其中，将很快溺亡。我决定在涨潮时将针约到储电室，用此方式杀掉它，再利用恒温能量板将死亡时间伪造在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的早餐时段，从而造成针在进行反重力训练时误触了开关面板，意外溺亡的假象。2月8日下午，我前往针的房间，想找借口约他。闲谈间，我注意到了桌上的日历，2月9日这天被圈了出来，写着7点大海号已定闹钟。再看一眼旁边的钟，闹钟指针指向的时间却是5:20。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醉酒的针透露自己因想念 M 星，用的是 M 星的时间。当时我并未在意，此时我才明白过来，天高星的自转速度是 M 星的1.3倍，但基地的时钟却是24小时制，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我去控制室查看了钟表系统，破解了针设置的密码后，证实了自己的猜想。除针房间的时钟为1倍速外，基地内的所有时钟都为1.3倍流速，1小时约为46分钟。M 星的5:23约为天高星的7点。那么我只需要将针房间的时钟流速调为1.3倍，闹钟依然会在5:20响起，但却是天高星时间的5:20，且针本人不会有任何察觉。届时大家都在睡觉，没有人会发现我的行动。依据计算，恒温能量板每充1%需要5分钟。我查到这周的日照时长为461分钟，所以能量板初始值为92.2%。从0点开始，每60分钟消耗1%。若真在天高星5:20起床赴约，预计死亡时间为天高星的5:30，届时其能量剩余值约为87.97%。而宣布投票结果的时间为天高星的9点，真的尸体一定会被发现，届时大家的能量剩余值约为85.28%。为了将真的死亡时间伪造成天高星的8点，那么尸体发现时，大家的能量剩余值只能比真少1%，即86.97%。我需要将其他人的能量板多充1.69%。也就是将起始值充到93.89%，约等于多充8.5分钟。于是我在日落那一刻，将能量板充电车上真的充电板取下，给车设定自动往返的程序，让车追着恒星开了8.5分钟后再返回。之后我将真的充电板放回原处。2月9日0点，我去星辰号控制室，将真房间的时钟流速调整到1.3倍。天高星时间5:15，我拿着昨晚在基地外捡的石头在针的门外蹲点。5:21，我看到针从房间出来，立刻假装焦急地迎上去，骗他说刚刚去了储电室检查，发现大海号的蓄电板出了问题，让他去看看。5:22，针来到储电室的门口，我用石头从身后砸晕他，将其拖入储电室内，接着在门外操作面板将门锁上，打开气压平衡窗，等海水灌到0.8米后再将窗子关闭，然后开启训练模式，房间的重力系统关闭，针被包裹在悬空的水球内。5:35，重力系统恢复，我等待了几分钟，确认针没有动静，已经死亡。5:40，我把石头扔到了基地外，然后回到房间。